第14课，你看过那个电影吗？ Lesson 14. Have you seen that movie? 课文1，在教室。 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？没看过，听说很有意思。那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去看吧。可以，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。New words. 有意思，但是。课文2，在办公室。Text 2. In the office. 听说你去过中国，还想去吗？我虽然去过好几次，但是还想再去玩玩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。New words. 虽然，次，玩儿。课文3，在房间。Text 3. In the room. 明天天气怎么样？虽然是晴天，但是很冷。那还能去跑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New word. 晴。课文4，在商店。Text 4. In a store. 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这儿的东西还可以，就是不便宜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觉得有点贵。200块还可以，喜欢就买吧。New word. 百。感叹句的句调。Intonation of an exclamatory sentence. 1. 今天天气真好啊。 2. 这个汉字真难写呀。 3. 这件衣服太漂亮了。